您是否经历过头部周围的疼痛呢？是不是找不到方法解决这烦恼，而且还让你感到压力重重呢？这疼痛可能会一直延伸到您的肩膀，然后使你的肩膀非常僵硬、疼痛和坚硬。再来就是头部和肩膀的疼痛，确实会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，还导致你没有力气，不想做任何事。那您是否有尝试过刮痧疗法呢？这刮痧疗法是非常推荐给有遇到这类型问题的你，它可以帮助你消除体内的疼痛，并促进血液循环。你是不是担心刮痧后身体上的留下红色的印记？不必担心，因为这些都是死气沉沉的血液导致你感觉疼痛和麻木的来源。由于长期的血液停滞和血液循环不良，您会感觉全身上下都是满满的疼痛。但是经过良好的刮痧治疗后，您会感到非常放松，尤其是头部和肩膀周围都感觉非常的轻盈。刮痧疗法会带给您更多的快乐。无需担心交通问题，我们提供上门刮痧疗法服务哦。请 WhatsApp 私信联系我们，来预约您的刮痧疗法。我们还提供刮痧训练班，如果您有兴趣学习，可以联系以下的号码哦。01-78-821-80-6-01-78-821-80-6